舞台剧，老公评价超傻眼。我老公昨天晚上看，所有的亲戚都非常喜欢，包括我儿子，回家最期待就是我老公的反应。我说你觉得怎么样？看不太懂。我说怎么会呢？他说我都只有看你，别人我都没看。根本应该去小巨蛋看个人演唱会。